啥的？我就考门呀。考门做啥了？我不敢总考呀。搿门考啊，他算啥人了？侬自家讲苗头，用勿着敲门个。上头电铃，侬吃电铃勿啦？我看到。哎，对勿啦？搿勿是我挑台，侬要利用现代化，对伐？搿勿要谈好伐？我要是侬没耐心的嘛。对，我欢喜侬现在把人家市里侬个形象叫个耐心，叫个宽容。弄忙了，那三级是咋了？啊，第一不是用哪屋里想的了？他是这样的，哪个个笨啊？阿拉代理也谈到，那结婚要做人家，做人家，做人家，就是搿样子做人家，晓得伐？亲戚有来，哦，我再亲戚啊，叮咚，请进，刚刚啊。难道不叫我现在了？刚刚。怎么叫阿刚吧？阿刚。叫啥？阿刚。这更加难听了。阿刚，上海人刚的刚分不清了。刚来看我来到啊，阿刚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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把我感动了。不是我挑剔，侬各方面侪要注意。叫了亲戚上的，叫名字，王子刚。我再不亲戚去，叫龙刚。重新就好。干！为什么？你干？那叫么叫了，不都干清楚了？跟拉面拉面啥的？你几级啊？三四级啊？我俩小时了吧？包了。没胃口。哎，那这王子老好吃的。三王子啊，吃上去包死，像豆腐粥一样。我跟人家吃吃白粥里头。对不起，鞋子刚刚白的。昨天呢吃大闸蟹，前头是我吃蟹，后来蟹吃我，半只鞋子白的。怎么吃西餐了啦？西餐是洋人吃的，吃下去一股洋臊子。哪个路子那家家香啊？人家没闻出来洋臊子。我了，我洗不了吃的。好了，根本就吃。吃啥么子？鸡鸭血汤。鸡鸭血汤，发个苗头啥辰光了？夜里九点多嘞，汤吃下去肚子里咣当咣当，夜里向一些是落起来，一些落起来，熬夜不了，不方便你晓得吧？现在不是个吃啥，现在关键问题，今朝吃夜宵，钞票啥人出？